如果我哋發現即係你個新聞報導手法都有問題，我哋咪指出嚟咯，就咁簡單嘅事。但有有網友嘅意見就話：對住啲閪店，仲同佢講咩道理啊？咪頭先講咗啦，一樣話一樣。個世界閪唔係代表我要閪啊嘛，代表你個新聞報導要拋棄個準則㗎。等我講下啦，咁啊分兩個層次。阿泰哥、拜哥就講緊咁啊。即係究竟做個傳媒嗱，尤其阿泰哥最好中意用傳媒人，你好多年啦嚇。即係究竟其實遇到類似嘅新聞嘅時候，應該用咩嘅手法去報導，係會公道啲嘅？我講緊東張西望，色都不如啊！佢而家第二，但係呢間鋪你點樣講都好，佢今次由一開始嘅做法處理嘅手法係閪中之閪，係垃圾嘅處理佢手法，呢個亦都係不容否認嘅事實。係。所以咪就係好簡單嘅方法。我冇贊成你傳咗出去之後，跟住呢件事揚咗啦。啊，原來咁樣批嘅呢間鋪頭，咁你咪唔好幫襯佢咯，由佢執笠咯。但係你而家唔係啊嘛，你而家係玩過咗龍啊嘛，繼續撩啊嘛，係根本就係頭先有個留言講得啱，根本就唔想件事停。其實本身就好無聊嘅一件事。我琴晚聽到啊，你咪唔係咪咁幫襯佢咯，由佢執笠咯。但係而家唔係啊嘛，你玩公審嘅時候，仲玩滋擾嘅時候咧，就係過咗嗰條線噶啦。佢有下集噶，佢系有冇杀你老母先？佢班人呢家人系恶店主，咁你咪惩罚佢嘅方法咪就系令到佢冇以后冇生意咯，就会执笠咯。呢个就最大嘅惩罚噶啦。凡系呢啲嘢，如果你过咗呢啲位咧，就已经系过咗。当然啦，如果一开始用阿泰哥嗰只嘅即系采访嘅方法，会唔会引申到有嗰、那个即系啲 EQ 咁低咁样爆发，或者捉埋遮咧？咁啊，呢個都係已經佢後話嚟嘅，即係咁你即係認同就係話你個記者要去 push 到件事升温到咁樣，然後跟住你個畫面靚，所以去做。我今日想話俾大家聽，有啲嘢係要用個良心去做一樣嘢，係想成件事或者幫唔幫到呢個妹妹仔係咪？其實講真，無論世界戇鳩啦，佢鋪撚咗上去。是不會甩到的，有些人 download 了，有些人什麼，或者他自己昨天升了說有人知道這個女仔把聲音，知道哪間學校，他還讚這個女仔這間學校呢，我不怪得了，他這間出來是有些料到。喂，其實你們整件事將件事報導出來的時候，你連自己記者都打得埋格仔，你以為這樣是保護到，或者你記者，我不明白記者為什麼要打格仔，這件事我不明白，我是不明白的。但是整件事裡面的報導，你對件事，你係想去伸張正義、公道，咁當中你睇下其他人，我已經講咗好多次噶啦。間店閪就閪嘅，唔需要大家喺度重複，好似冇聽我頭先講嗰段咁樣。即係佢話：咁黑人憎你哋又好好咩？咁你有冇得講啦？唔係講緊道理嘅。屌！我哋而家講緊個報導手法都同樣有問題，喺呢件事上邊係冇一個是無辜的。可能除了男女事主啦，OK， 就不需要在那裡重複，那監製是閪嘛，你重複幾多千次都是一樣，那報導手法都是有問題嘛。如果是這樣的質素，我不需要去大家同香港人是不是要淪落到這樣的質素先？如果即我就總之他閪，我們就不用跟他講道理，我們找黑社會來殺林友都得，是吧？放火都得，這樣是吧？這樣是不是你覺得是不是這樣過火了？即是 Batman 去強姦你小丑个阿妈，你哋觉得系啱噶？咁样对付坏人最佳方法，咁唔系小丑系有女朋友嘅，系小丑女啊嘛，唔系小丑个阿妈，咁即系咁，即系咁讲啊，直接。咁你哋觉得咁系啱噶啦？咁你同大陆嗰啲有咩分别啫？我冇嘢讲啊！我真系我由头到尾，我由 day one 由第一句讲，我绝对唔会支持呢间店铺。大家帮衬良心小店，唔好帮衬呢啲咁嘅店铺。但是我由头到尾是讲紧嗰个采访手法，咁系咪最佳嘅采访手法？我哋讲紧一个网络平台生态问题添啊！而家系讲紧就系啲网民就系中意揾一啲话扑街，就扑街批斗到佢致死，呢个系即系文革嚟嘅。佢系閪，佢系扑街，点解扑街？系嘅，我睇完之后都好兴嘅，第一个感觉系嘛，成家好似生翻咁样，但系可能佢系 EQ 低，冇办法。咁佢最後嘅結果咪就係由佢執笠咯，唔可以幫襯咯，大家抵制佢咯。但係你而家批鬥到咁樣嘅情況，批鬥都應該有個位停㗎係嘛？唔係，但係你個報導嘅角度仲係喂，好似個流量幾大喎，我真係覺得係咁喎。佢有下集啊，唔好係啊，唔好停啊，唔好俾佢停啊。
插到好多流量喎，跟住我哋又有廣告喎，唔係咁樣噶嘛，係嘛？即係都要問下良心嘅。有時佢呢間鋪俾人狂屌，咁我覺得佢又抵嘅，你自己佢攞嚟你嘅處理同埋你啲反應。唔係，我當然我唔交你哋，你仲繼續。泰哥嘅即係重點係，反而佢係擺咗第二樣嘢。係擺咗佢覺得，喂，其實如果遇到類似嘅事件，好多時你都會遇到啊嘛，或者遇到咁嘅投訴，即係點樣先為之都比較專業嘅報導採訪佢手法。嗱，如果嗱，我再嗱，我想你講，我想同你講，我如果係我當時係當區區議員，有個少女咁同我求助，嗯，我會聯絡呢間鋪頭。嗱，呢件事咧，當日可能係一個誤會，或者點都好。我想講咧，黃標咗咧。但係問題佢其他你會帶挾佢其他嘅新聞啊嘛，你會繼續睇佢其他嘅新聞啊嘛。佢裏邊涉咗一個收費廣告㗎，都有收費廣告。嗰個廣告佢已經嗰個已經批咗㗎啦，所以其實佢係有收益嘅。但係佢繼續煲量嘢咧，對成個台個流量都繼續會有。佢第日可以攞呢條片嗱，我呢片有100万人睇㗎嗱，我呢個廣告麥當勞你落廣告啦，你呢個來廣告啦，呢個 reference 嚟㗎，唔研究，唔係講呢啲嘢。我而家講翻，如果我係當區嘅區議員。因為我親自試過一個咁嘅 case， 如果你哋唔好話我長氣話乜嘢，如果個女仔嚟咁樣話俾我聽，咁我理解件事，我會跟住聯絡呢個鋪頭。嗱，可能當時呢個少女，因為佢真係講真，佢覺得自己俾人呃，冤枉啊，諸如此類，可能佢語氣大咗或者大嗱，跟兩件事大家都息事寧人，會唔會？即係同嗰個撲街嘅大佬一樣，件事搞撚到大撚曬之後講，大家可唔可以息事寧人？嗱，你又刪咗條片，佢又刪咗 post， 大家算咗好冇咧？我先做呢樣嘢先。想將講到而家都係你個定論就係想將間鋪洗白，你有冇講？你有冇搞撚錯啊？用你個李嘉玲係咪有冇問題嘅？你需要理呢啲嚟，佢或者係根本係五毛特登嚟挑嘅咧。呢啲網名咧，以前都未見過嘅，呢啲唔緊要，就冇鬼用啊！我話俾你聽，我試過。總之就係我哋而家講緊個報導手法本身都有問題。我講個實際嘅嘢，如果你